大家好，我是 DDT， 要为各位介绍这款游戏，是一个 Ultimate Zombie Defense 一个僵尸的塔防游戏。所以塔防啊，就 Tower Defense， 就是你在一个某一条道路，或者你守住某一个路口，不让坏人经过啊。像这个游戏，它的坏人主要是以僵尸为主，这个僵尸的塔防游戏。所以在很多游戏里面，你会看到所谓的 TD 啊 ，TD 就所谓的 Tower Defense。Tower Defense 最早的时候就是盖一些建筑塔，不让敌人通过嘛。那现在的玩法很多变啊，你可能可以用英雄来守啊，可以用机关枪啊，可以盖什么，所以不见得会盖塔啦。不过我们都通称为塔防游戏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一下单人的离线游戏。好，这一款游戏我个人觉得还蛮困难的啦。角色选择，选一个玛丽亚。好，我们准备好。这个好像还是先选马雷克斯好了，因为这个角色有分等级的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。键盘滑鼠操作会比较好，所以你在瞄准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瞄准到敌人。那我们过关以后啊，我们左下角这个地方就可以赚到钱，赚到钱你可以选择按 B 来盖造这些建筑，都有相关的金钱呐。好，啊，你也可以选择按 P， 来增加自己的武器啊，还有武器的等级，像这个都可以升级。像我个人的话，我觉得就直接开始了，按 Enter， 不屑塔防，不屑升级，直接跟他肉搏。这手枪的那个弹药是无限的，其他比较好的武器弹药是有限，可是可以透过升级。透过升级以后，你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是无限的。那我这只角色应该有升级过了，所以我的弹药目前应该是无限。接下来就要好好思考一下，要盖什么东西。好，先盖这样子。右上角有雷达，空有够快。这人走路还蛮慢的，不过按 Shift 好像可以让他快快一点。好，现在完了以后，我们的钱比较多了，3550可以盖一个炮塔。这炮塔似乎是可以穿墙好吧，我们试试看。没关系，这边盖一个低一点的栅栏。好，无互动。还有 slow motion 的特效。建造防御，
自动记号还是不行，那可能我要再盖一些。这个放光灯好像只是把地图照亮而已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好吧，把它照亮一点。然后这个可以让僵尸的速度变慢。好吧，好，开始。我想要存点钱买防御炮塔。这机关枪的弹药好像也是无限的，不过比较麻烦就是要自己去操作了。我看一下7300，我能不能够买自动炮塔？欸，可以，自动炮塔还是比较方便。按 R 可以去做一个选择，它的方向。自动炮塔比较麻烦的是说你要帮自动炮塔填弹药啦。让它在这边好了。好。接了，好，这个要10000多。这还蛮好用的，还是先加几个自动机炮好了。好。僵尸走太慢了，直接他接下来哈，我的后面好像也会。哦，这个炮塔能不能转到后面？可以。接下来我的后面好像也会有敌人，建筑一下。些比较便宜的，好，可以盖雷射墙了。盖哪边呢？盖正中间好。好，雷射墙很贵，盖一盖就没有钱了。现在，好吧，直接跟他拼了。
自动炮塔应该快要没有枪弹。接下来我要买特殊的哈火箭筒、油弹发射器，只差一点点钱而已。第十回合好像会有大魔王出来，还是按一下防御，不然第十回合过不了。好，先这样子。而且他每次的都是随机的，他每次的魔王还有关卡应该都是随机，这感觉还不错。好，我还剩下3000多块哦，建造一下防御好了，用一些简单的来挡。建造防御，防御塔还被打掉一个，自动炮塔。
钱不够，可恶。
开光了。这边也要重新修补一下。以后你就可以去技能树看一下有没有多的点，我有多的技能点的，这个是解锁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游玩的过程啦。好，当然它也支持 COOP 线上多人连线。整个游戏是繁体中文，还蛮不错玩的一个游戏，画面也算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拜拜。